你这个增高的有点多啊！我这个，对啊，都上节目了，不得震一震。我这么爱穿高跟的人都穿平底鞋了。你高跟嘛？你高跟算？我高不动了，我看那舞台前面都是铁网，我就算了。上海房子我已截止，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手在这儿，然后下一句话我手在这儿，再下一句话我手在这儿，他怎么剪辑？他就这样剪啊？对吧？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说法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他其实只说了一句话，但他那一句话他一直在变动作，就是你没有为了我为了防止他恶意剪辑啊，我专门去看了韩国那些艺人防止被恶意剪辑的一些动作，这个是很有用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但是你得把所有的姿势想好，你也不能很神，是吧？然后结果人家没恶意剪辑你，给你帮手摸出来，叫光哥说：“身体怎么最近怎么这个状态不太对，有点油腻。”说 CP， 你要是不紧张的话，可以不用这样。